你不管什么，只要你站出来指证文光启，我就放你出来。不管你怎么逼我，我都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文光启是卑鄙，但你也差不了多少。你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，看看咱们俩谁能熬得过谁。开门！开门！周心怡。 小叶，啊，你知道零零七去哪儿了吗？可能去卫生间了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这傻。 小叶，我问你，零零七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见范晨啊。去见范晨啊？那个，把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带上吧，上个季度数据特别好。 我去打印出来，你们在这等我会儿，文件特别多，可能需要等它久一点。不是，我已经都找人处理好了。你走吧。那个，带我去吧，我想换件衣服，去我办公室，等我会儿。我们去你办公室，还等你换衣服，没搞错吧？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有点奇怪啊？哪有？ 走，什么声音？那个广播那边，我怎么听见有人呼救？ 广播。